小雨，考试了，别睡了，我要给他提供叫醒物。小雨，好聪明啊，是不是想装病逃避考试呀？不行啊，小雨，你有可是卧龙凤雏啊，你走我就到处第一了。胡说啥呢？昨晚我可是发愤图强。那你这是复习胎吧？被吸血鬼抓走了，你说每个月都有那365天了。哦，哎呀，还有希望这考试要开始啦。哎，看你平时期末是好事的份上。我也给你来了，让你走吧。牛奶，木须给我。再来999粒白砂糖，旋转7735下，像鼻涕一样粘稠。再加点热红糖水，倒入诺基基小麻薯，还有女孩子最爱的珍珠。 好多嘞，谢谢你，这下五月份倒数第一了。